行动不便者怎样出门？公交不方便，打的不方便，电动轮椅速度在6公里每小时，有快点的吗？手摇轮椅车还是慢，又热。哎呦，好累呀！是否有更好一点的选择，让生活更方便呢？现在有一款产品，可以让手动轮椅秒变电动车，10秒之内连接完毕，充一次电可以续航接近60公里，而且速度可以接近国标电动车水平。有了它，您可以自由进出地铁，上下火车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生活本该丰富多彩，当你克服了行动这个最大的人生障碍，行动将不需要再依赖任何人，自己能照顾好自己的同时，也能为社会做些贡献，发挥一点自己的光和热。从这天起，你已足够强大，身边的气场也会随之改变，你遇到的人，遇到的事也就不一样了。心有多大，舞台就有多大。